好，我们讲词汇的第十一课，第十一组是我们这节课讲身体啊，身体上的悲一哈亲，身体。先看这个词啊，先看第一个词，很简单，双音节的词，第一音节，b 八 b b 的 b。这是压抑的抑，不抑，不抑，不抑就是身体。你不抑查哭，我身体不舒服，对吧？我怀孕了，比如说，你不抑哭顺或比哭顺是不舒畅，用来指代这个怀孕了啊，怀孕了，不抑，这是身体。我们从上往下来啊，从上往下最上边，身体最上边，你说是什么？脑袋对吧？头，你说是头发，头发待会儿再说。先说这个整体是头，这是捂住，捂住，这就是头、手、脑袋都是它第一的，引申为第一的。捂住起称，第一课，捂住，这个金代的时候有一个，跟岳飞打仗那个叫金兀术是吧？金兀术，金老大啊，就是兀术啊，这是头。头，然后咱们往下，把头发说了吧。这个词还挺长，是吧？夫，发夫非夫，夫。上面是夫，你也夫念，夫念什么？呵，夫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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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它是毛发的意思，一切这些毛都是这个夫念。那么你要专指头发时候，你说捂住夫念，或者捂住一，加个一也行，捂住夫念，指头发。如果不说捂住呢，在没有歧义的情况下，你直接说夫念，就可以。你说夫念很乱。对吧？没人认为你汗毛很乱，或者这个腋窝腋毛很乱，没那事儿，对吧？就是肯定是头发很乱，分你啊，这是头发。看下一个词，呀，稍等一点啊，这是舌下边一个字牙，一个耳朵，这个是声，是吧？舌恩声，下边是鸡恩金，声声什么音？声音是额头啊，声音是额头。这个额头可以用在很多地方，对吧？你说飞机的额头，对吧？这是上边那块声音额头啊，再往下，先说这个额头下边，你说什么眼睛？不，眉毛，对吧？眉毛是什么？眉毛是发下边俩长牙，这肯定是一，所以是 fei 什么？feitan 就是眉毛啊，眉毛。眉毛下边才是什么呢？眼睑，眼睛，我们就说眼睛，就不说眼皮了啊，说眼睛叫做。也很短，说一个词，亚萨，亚萨，亚萨是眼睛，眼泪怎么说呀？这非常有趣儿，是吧？这个眼泪叫做，哎呀，我们学过一个词叫做什么呢？木克，这个木克是水的意思啊，喝那个水都叫木克。啊，木克，那眼泪叫眼睛水，眼药水，不是眼药水，是眼睛的水，叫亚塞木克，就是亚萨加了一个属格助词一，叫亚塞，亚塞木克就是眼泪啊，眼泪，这是眼睛，眼睛下边应该是什么呢？鼻子，鼻子讲过，oforo。是 o for ro 是吧？o for ro 就是鼻子。
鼻子下边呢？嘴唇先不说，先说嘴吧，嘴很重要，对吧？嗯啊，这个其实也说过，人嘴我说是嗯啊，鸟嘴是嗯啊，是吧？就是这个啊嗯，就是嗯，后边有一个嘎，不错，嗯啊，嗯啊是嘴啊，嗯啊，说一下嘴唇吧，嘴唇是呼。是 ，fmn，fmn， 就是嘴唇啊，嘴唇，脑袋是不是说完了？没说完呢，你说脸呢？不能没有脸呀，对吧？脸是什么？大的地的的，对吧？的了，的了是脸，它是一个多义词，它还是桌子的意思啊，的了。还是桌子里德勒兔是案子，德勒是桌子，德勒还是脸，那脸跟桌子都是面儿吧，是吧？这个挺大，是吧？挺平，德勒，这是这个脸，脸和面其实是两回事，脸是这个器官，是吧？整个东西，那个面呢，那个面其实是切拉，切拉，切拉指的是面，就面色不好。切拉，切拉偏三拿苦，就是面色不好。德勒就是没脸，叫做德拉苦。德拉苦还可以进一步缩合，叫做德拉苦。德拉苦的意思就是不要脸，没脸，这是一个形容词。我说滚，新有的德拉苦扎克，就是滚，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啊，切拉。脸完了，下边就该脖子了，是吧？脖子，脖子是摸摸，下边两长牙是一，所以说它是眉眉呀。不好意思啊，少写了一笔。眉粉嗯，眉粉，不是眉粉，它是眉粉。是脖子的意思啊，脖子叫眉分，脖子在下边，肩膀我们写一下啊、嗯，还是眉什么呢？眉刃，所以说它是眉刃，眉刃就是肩膀并肩作战。就叫美人阿达姆阿方米或者戴拉米啊，美人阿达米就叫并肩，就是肩膀下边是这个胳膊就不说了，我们说手臂啊，手臂从这个啥呀，胳膊肘是吧，拐弯这往下全叫嘎拉嘎啦，手臂啊，嘎啦，嘎啦，它有一个形近词叫做哈啦，哈啦，哈啦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什么哈啦？什么木坤，对吧？哈啦的意思是姓氏之姓，嘎啦是手，这是一个形近词啊，嘎啦哈啦，跟手相对的是。脚对吧，从膝盖朝下都是脚啊，所以这个看这个脚是什么，哎呦写长了啊，从下膝盖以下全叫做脚或者这个小腿啊，but 什么呵，but 呵，不要写成 bit 呵 ，bit 呵是书 ，but 呵是腿脚啊，从这个膝盖以下都是 but 呵。好，这是这个腿，还有什么？我们刚才这个上身还没说完呢，上身还有个胸膛这一片叫做 chin，
叉车去的车，叉车去的车，嗯，车震。车震的意思就是胸膛啊，不是车震啊，是车震啊，还是车震啊？车震胸膛啊，胸膛下边是肚子，这个肚子记一下。就是喝黑乎的喝，发佛飞的佛力和佛力，和佛力就是这个肚子，也是咱们用它来指代这个满文中这个字肚的字肚，也叫做和佛力啊，和佛力，这肚子，肚子下边咱们学个大腿吧，大腿是什么？这个词挺有意思的。是吧？苏克，哎，苏克，萨哈，哎，苏萨哈，哎，听了就很熟悉，是吧？也是这个哪朝的一个名臣，叫苏萨哈。苏萨哈是大腿之一啊，大腿苏萨哈。想想还有重要的了吗？重要的，把这个屁股说一下吧。这个地方很小，正好写屁股啊。这个词就是乌拉，乌拉，乌拉就是臀部、屁股啊。好，这是身体的这些词，我们就讲这些。我们读一遍啊，读一遍。不一哈金，不一，不一，无助，无助，福尼赫，福尼赫，声音，声音，沸腾，沸腾，亚萨，亚萨。亚塞姆克，亚塞姆克，奥弗罗，奥弗罗，昂啊，昂啊，佛门，佛门，德日，德日，切拉，切拉，梅芬，梅芬，梅人，梅人，嘎拉，嘎拉，哈拉，哈拉。不特不特确诊确诊和分离和分离苏萨哈苏萨哈乌拉乌拉。好，这是我们这一节课讲的身体的名词，就这些，下去做好复习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下节课再见。